总了啦，讲了，样样集中侪有基本功要锻炼的，滑稽没基本功。其实搿句闲话勿对，也有基本功。各地方言就是滑稽的基本功。一个人要讲十几种方言，这个就是基本功。还有个基本功，一种方言啦，要分出几种声音。现在我来讲一讲，一种方言要分出八种声音。一样讲一种苏州闲话。要分成八种苏州声音，八种不同的年龄，八种不同的性格，为八种不同的人物来服务，这个就叫声音造型。我先来介绍苏州人，分为小苏州，有小苏州，有中苏州，有老苏州，有老苏州，有苏乌龙苏州。有卧乌龙苏州，还有温吞式苏州，搿能样子八种苏州声音。我先来表演第一种小苏州，也是搿两句闲话，用小苏州的闲话来讲，那听好。哎呀，关家里去吧，不甘心去；不家里去吧，不爱去。搿个来吧，石头讲，富不同之物质，该住家三苏州，三山三七街。还有一种叫小苏州。味道两样了，走鸡乌龙苏州。哎呀，关家里去吧，不感兴趣；不家里去吧，不爱去。这个老板说的讲乌龙苏州，个主讲三苏州。性格就两样了，还有中苏州声音不同了。关家里去吧，不感兴趣；不家里去吧，个老板又不爱去。说的讲乌龙苏州，个主讲中苏州。还有一种叫老苏州，你记得不得？为在里去吧，不高兴去；不见里去吧，不也去。这个老板与石头剪斧同组织，各自叫老苏州。还有一种叫老苏州，年纪虽老，精神十足，头发秃顶的，肚皮翘起来，面孔红彤彤，喉咙交关响，老苏州。关家里去吧，不高兴去；不家里去吧，不也去。这个老板与实力家服务同组织，各自叫老苏州。还有一种叫温吞式苏州，脾气温厉温吞，不冷不热的。关家里去吧，不高兴去；不家里去吧，不也去。这个老板与实力家服务同组织，各自叫温吞式苏州。还有一种叫苏乌龙苏州，各苏娘。关在里去嘛，不感兴趣；不家里去嘛，不爱去。干老板是人家乌龙苏州，各自家说乌龙苏州。还有一种叫乌龙苏州，这个声音没声带完全坏掉了，吼起来这个都闭起来，这个讲越想讲越是讲不出，越要讲嘛越是闷，越是闷嘛越是气。你让说句话来嘛，只喉咙乌掉了，叫乌龙苏州，顶起来的。好不容易要憋话，要眼睛憋话掉。不憋下子之后，你憋得不当心翻不转了，没一定的。我今朝翻不转了，我倒不怕的，倒有一定的意义的。在了那两晚会浪向表演辰光，闷我饿脱了，翻不转了，下趟好几年，我蛮好退休转去了。不过那放心啊，不要吓得哦，我自家会得控制的。你听啊，乌龙，喂，乌龙，今朝不是拿乌龙子，喂，这里去吧，不感兴趣。不接力气吧，白牙气，过来，今朝要该吃那口冷风，不知哪哪里，为啥你不高兴去？我讲批评你个，我们这三年三夜批评不光，谁来讲喉咙乌了，讲不动，不白发，那这个就叫喉咙受罪。